薛老师，您到什么地方了？啊？换地方？我从这儿到那儿大概得有一会儿时间。行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啊，喝水喝水。小唐，最近有没有听说关于孙红的反应啊？孙红，没有，他不是要提升科长了吗？你看看，还说没有，这不就是反应吗？这个不都已经公开了吗？小唐，你和孙红很好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特地找你聊聊。啊，孙红呢，工作表现很好，业务能力又强，啊，但是考察一个干部，我们必须了解他的方方面面，啊，越详细越好。嗯，你比如说他工作以外的表现，我们也应该了解啊。嗯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工作以外的表现，你应该比较清楚，对吧？嗯，这得看是哪方面了。当然是说生活方面了。啊。你比如说，他跟薛成现在的关系到底怎么样？哎，孙红在外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朋友？嗯，这小唐，你不要有什么顾忌，我这个当领导的是很讲原则的，一定替你保密。行长，我真的不太清楚。我正找您呢，怎么约在这儿了？我想到你单位去，怕影响你工作呀，而且人也多，人来人往的，说话也不方便。怎么，有什么急事吗？说，昨天晚上我真不该把孙红一个人放在酒吧。等我接他的时候，谢谢你啊，昨天送他回去。其实我早就听说她有男朋友，但是直到昨天晚上，我才知道是你。不，今天到这儿来不是跟你说这事儿。怎么跟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呀？其实我一直知道有一个警察老去找孙红了解案子的情况，但是不知道是你。今天我知道了，原来咱们还是朋友。你说这世界有多小啊？其实平时我老爱来这儿，小时候做梦老梦见大海啊。其实那个时候的梦见的海，就是我们村边那条河。真正大海什么样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我在报纸呢开辟了一个法制专栏，定期剖析一些典型的案例，你得给我帮忙啊。好啊，好，这事儿咱俩得好好聊一聊啊。赵队长，我是冤枉的，我实在是冤枉。干嘛？干嘛？坐下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们凭什么老是怀疑好人？哎，你们有本事去把罪犯抓来，你干嘛老怀疑好人呢？蒋先生啊，有话慢慢说啊，请坐。赵队长，你不是怀疑我吗？那你把我抓起来就得了。什么话？
我们抓你干什么呀？你们老怀疑我杀了我老婆，那你干脆把我抓起来一枪崩了，我现在还不想活呢。我们抓人是凭证据，有没有罪要经过法院的审判，哪有抓起人就一枪崩了的啊？你说你们老是怀疑我啊，搞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，现在满城都传说，哎，我杀了我老婆。这些话你信吗？你们一天到晚的查我，搞得我上上下下啊，亲朋好友都以为我真的杀了我老婆了，你说我有嘴说得清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别说现在你说不清楚，在我们抓到凶手之前，哎，所有被怀疑的对象都说不清楚。照你这么说，你真的怀疑是我杀了？凭什么啊？你拿出证据来！我告诉你，我找你们局长去，我今天非讨公道不可。哎哎哎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谁说我们怀疑你了？我们要是怀疑你，不早把你叫来审了？这他刚才还说怀疑我呢。赵队长的意思是向你解释解释政策，你误会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不怀疑我？不怀疑你，我们希望你能积极主动的提供线索，配合我们尽早破案。你说这话是真的？那可不是真的。我们知道你是无辜的。啊！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我终于可以在人前抬头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行，哎，行了，蒋先生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啊，有什么情况？你最近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吧。还失眠吗？晚上总是睡不着觉，总是做噩梦。我觉得你跟薛生两个人结婚吧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。再说他还可以照顾你，你总这样多叫人担心啊。其实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。你说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？仔细想想，死了不就那么大块地方，你争我斗的干嘛？孙红，我觉得你应该出去散散心，换个环境。不是环境的问题，是时间的问题，只有时间可以解决问题。哎，你得罪耿行长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也没什么，可能是要提拔你了吧。不过我觉得他每次问起你的时候总是怪怪的。怪怪的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贾山怎么是这么一人呢？你说这样的人也能做大生意？行行行。哎，回来了。想谁呢？想那个叫圆圆的姑娘的吧？别瞎起哄，有没有点正经？有正经的。这两天让你盯孙红，有什么新发现啊？还没有。喂？啊，圆圆。在现场呢，发现的这种黑蚂蚁，学名叫做拟多黑刺蚁，是一种呢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蚁种，可药食两用，其体内所含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。这是我们菜单，请问一下。喝水。
橡树，蚂蚁搬家，蚂蚁啃骨头。哎，小姐，你们这儿蚂蚁原料都是从哪儿来的？都用什么品种？有没有一种叫黑刺蚁的？先生你好，我们店所指的蚂蚁是和美食斋的鸡鸭鱼肉异曲同工，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。你叫什么不行啊？非叫蚂蚁餐厅。怎么了？啊？啊，我在想案发现场的黑蚂蚁是不是也和精神方面有某种必然的联系？嗯，有道理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觉得你今天的情绪不太好。是吗？昨晚没休息好吧？啊，咱们呀，换个地方吃饭。我现在一提到蚂蚁就倒胃。喂，是我，孙红。什么事？你中午有时间吗？没有。那晚上呢？也没有。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想找你谈谈。四哥，两位是吗？对。里边请。啊，副科长来了。哎，行。这位是一个朋友，啊，欢迎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来，好，请坐请坐。哎呀，薛老板，你们这生意不错呀、啊，这么着得了，等我退休啊，到这儿给您当保安站岗。哟，这瞧您说的，这也不能让您站岗啊，到时候啊，多给我们抓几个水炉子就行了。好，你们坐着先用茶。我给你们张罗张罗去，好吧？有言在先，我买单。你瞧你说的，来上茶。好，你们坐着先啊。喂，他说那个抓几个鼠楼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一个笑话。什么笑话？等会儿再说不行吗？现在就说。行。前几年啊，我出了趟差，去了趟深圳，住那个国际大厦。哎，说实话，当时我哪见过那么高的楼啊！我特激动，我就站在门口往上数，数着数着，突然跳出一保安来：“你干嘛呢？”我说：“数楼啊，谁让你数的？这是边防，哪能随便数楼啊？”我不知道。他说：“数几层啊？数一层罚10块。”我赶紧跟他说：“我说就数了5层。”他说：“那罚50。”我就把钱给他了。我心想：“我说5层就5层，我数20多层。”后来啊，我刚走没多远，我就听见保安在后边说了：“傻帽，哪有数楼还罚款的呀？”那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把这事儿跟他们经理说了，立刻就给他开了。各位观众，下面是有关我市系列凶杀案的特别报道。最近以来，我市连续发生的两起凶杀已经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深切关注。从第一起凶杀案发生到现在，已经有20多天。据说公安部门已经向市委市政府保证要迅速破案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案件的侦破工作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小人，观众们和我们一起去关心这小子怎么着子就来啊？看看犯罪分子是给他们带来的谁让他的伤害，这不诚心吗？诚心毁了咱们。听一听他们想说的话。这小子通过谁了？啊？他通过谁了？肯定是自作主张。现在就是他就是借着往我们脸上抹黑，拉广告骗钱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特别报道。谁啊？到。查他，只要他有什么偷鸡摸狗的事，立刻拘了他。明白。明白什么明白？想拘谁就拘谁啊！想当反面教材啊！喂，你好。啊，好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宁老师，有您的电话。这人点名找你，谁找我？公安局的。
喂，哦，赵队啊，你小子跟我来这头是吧？啊，这跟背后捅刀的下毒手有什么两样？不是，赵队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事儿它不像你想的那么样。我听。你要不马上把影像给我挽回来，我就天天派人盯着你，我就不信你活得那么干净。司队长，走啊，司队长，怎么样？还满意？挺好，挺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司队长，啊，这姑娘有点意思。我告诉你，这年头啊，像这么本分的姑娘可少有啊。你千万不能撒手，一定是娶回家当媳妇。说什么呢？你别瞪眼啊！这姑娘一看就是贤妻良母，我羡慕你。我怕你错过机会。瞎说什么呀？我可不是瞎扯。你上次领的那个女人啊，虽然比这个漂亮，我劝你留着当情人得了。这个留着当老婆。啊，净胡说八道。生活，你就得找一个爱你的人当老婆，然后再找个你爱的人当情人，这才叫完美呢，懂了吧？你年轻轻的，这还得我教育你啊！你这越说越不像话。徐光子，你疯了你！你以为你干的好事我不知道？你把那个臭婊子给我赶出去！你吃错药了！严胜利，你上谁杀你？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不行，你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老板怎么了？谁呀、啊？跑什么？啊，可能是这老板的小秘密。真的？哎，那个女孩干嘛要这样啊？我觉得她长得挺漂亮，也挺能干的。这就是社会。哎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吧。你呀，还是赶紧忙你的吧。我希望你能早点把案子破了。谢谢啊。真不用送你了，不用了，我约了个蚂蚁专家，拜拜。书记、市长都看了电视报道，简直就是火上加油嘛！将军啊，电视台的记者也太不像话了，咱们得通过上面跟他说道说道。说道什么？这叫新闻监督，人大主任批准的。我跟你说，政法委已经组成了破案指导小组，明天就进驻咱们局。只要我们还在原地打转，没有突破，那就乖乖地站到一边去当学生，让领导另请高明嘛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压力很大，可是现在没有人听我们诉苦啊，没有人问我们花了多少精力，查了多少个方向，问的只是凶手在哪儿，什么时候把他绳之以法。已经是满城风雨了，如果我们这个案子处理不好，不能按期破案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我一个人下台，整个临河市局就得换班的。师傅，麻烦您跟紧点儿。丢不了。丢了您负得起责任吗？你这是跟踪老公吧？我是警察，办案呢。Thank you.
怎么才来啊？儿子，你记得吧？啊，傻儿，你服不傻啊？你今天那么漂亮。喂，是我。你今天到底还回不回来了？不得回去受审呢、啊。哼，我可是长见识了，知道那母老虎什么样了。我看呐，他昨晚把你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行行行，别嘴硬了。行了，还是回去喂你的母老虎吧。今天咱们吃海鲜去啊。站住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耿行长，您就这么谈业务啊？怎么是你们？哟，吓着你了吧？坐下，坐下。你跟踪我？我真看不出来，您这么大岁数，还真行啊。这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晚上我约你啊。不必了，我晚上已经约了朋友了。以后你少拿这种升官发财的事儿来威胁我，我受够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该是我的一分一厘你都不能少给我，否则别怪我跟你下不来台。对了，以后我自己的事儿你少管。曲大爷啊，怎么没请你杨哥？嗨，那别提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好好好，别开了。还说呢，都是你们的事儿。我们的事儿啊？这是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啊，中午你看电视了没有？凶手抓不着，人心惶惶啊。这不，区里边啊组织了治安队，愣把我从秧歌队给撤下来了，定点巡逻保证安全。你说这是不是你们的事儿啊？啊这事儿曲大爷对不起了。不是对不起我，抓不着凶手啊，对不起你这身警服，知道不？老董，忙着呢。老董，我想让你挣点钱。干嘛？你小子拿我开心是吧？啊，我哪敢呀！我说真的呢。怎么挣？你想不想挣？废话，
只要不犯法，越多越好。多到多不到哪儿去，但至少能让你工资翻倍。真的？怎么着？稿费。稿费啊？什么稿费？是这样，晨报呢办了一个有关于办案的专题栏目，想找一些能写的人一块儿弄。你看我行吗？喂，素颜，你在哪儿呢？在路上。在干嘛呢？你为什么一天都不开机？你能不能上我这儿来一趟？现在？你是不方便还是不愿意？都不是。那我等你。好吧。进来啊。薛老师，你能下来一趟吗？我在楼下。怎么了？他在楼下。不可能。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怀疑他？他总缠着我。我想摆脱他。我还是下去一趟吧。来，找我有事儿，麻烦你送我一趟。知道你们俩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不过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，孙红是一个喜欢撒谎的女人。再见。
谁呀？你？小红。小红，我想你，我真的特别特别想你。小红，本来我不想打扰你，可这些天我总有点不祥的感觉，所以我必须跟你谈谈。你怎么老是不请自来啊？啊，大礼拜六不让我歇着，你还偷我牛奶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不是我一个人，还两个人，再有就是鬼了。骂人是吧？你甭鬼不鬼的，你现在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你知道吗？悬崖勒马吧，我的同志。你老实跟我交代，你跟孙红到底到哪一步了？人家行长已经找陶玲了解情况了。了解什么情况？找陶玲？你能不能不跟我装傻充愣啊？啊？我说你是相信陶玲呢，还是相信我呢？我当然是。这跟相信谁没关系。人家那个行长明明白白的问，你跟孙红是什么关系？我不问你问谁啊？不是，那他是捕风捉影，无事生非，你明白吗？你先把奶给我。这不是奶不奶的问题。捕风捉影也好，是无事生非也好，为什么不找别人呢？为什么单找你啊？他喜欢我，你把奶给我。你还喝奶啊你？哎，我大礼拜六我想安安静静喝杯奶都不行，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还喝奶？我告诉你，苏岩同志，咱们踏踏实实的把你的问题先说清楚，行吗？行。嗯。喂。喂，苏岩。嗯，我燕子。忙的吗？哦，没有，跟你说件事儿，记不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韩教授？嗯。那个啊、哦，一定要现在吗？对呀、啊，人家韩教授就周末有空，他可是研究蚂蚁的专家，我好不容易约上他的。啊，行行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再见。上哪儿去？袁燕呀、啊，帮我约了一个蚂蚁学教授，我现在得马上走。哎，你走我怎么办？冰箱里有的是牛奶，自己慢慢喝吧啊。
哎，有些同志是交上桃花运了。怎么样，收获大不大？挺大的。韩教授啊，真有学问，他说的那些东西我都听不懂。哎，你听得懂吗？这我啊，我打算考他研究生，主攻啊蚂蚁。哎，去哪儿？随便。随便。你要有事儿的话，就先把我送回去吧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跟我去找高军，就是我一同事，你见过的。主要是今天早上，我把他脸都给气绿了，他直骂我重色轻友。你是这种人吗？啊，你看像吗？我看不出来。上车。啊。喂，啊，是我。啊！天哪，我都给忘了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啊！啊，好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一个同学啊，今儿结婚，说好了让我当伴娘，瞧，我都给忙忘了。喜事儿啊，在哪儿？我送你过去。你要找高军啊？来得及吗？结婚重要，管他呢，走吧。这下我看出来了。看出什么来了？重色轻友。哎，这可是我最大优点，保密啊。